得在育达的老师里面的话，简老师就是简正聪老师，对我的影响很大，因为他很热心，而且他不只是教书教好，然后他会把笔记都统整得很好很完整，然后让你真的了解，然后他也会很认真的想要让你考好，不会就是来上课上完就走这样。资源的话 ，VOD 的部分很好，因为你如果看不懂或是听不懂的话，你可以再去补一次，就是想补几次都没有关系。然后再补比较不会的地方，还可以暂停，然后自己写下来，这样子觉得是很好的帮助。那班导师的话，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当下排他排考试的时候，觉得有点烦。但是其实就是按照他排的进度的话，认真的按，就是帮他完成的话，就是其实对以后是很有帮助的，这样子。